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狂铁闪现加二技能上来，队友也紧跟其后。我方鲁班意识到有危险，也一个闪现跳出一段距离。狂爹刚用二技能，接下来肯定平 A 一棒敲下去。看距离，宁正在劫难逃，而鲁班还有一丝丝生存的希望。但作为金牌辅助的我，看着一个队友在自己面前被揍，怎么会视而不管？双双去世，这样才对吗？DGI 萌，哇呜哇呜哇呼。